我今天想告诉你们，我们曾经都看到你们。你记得吗？俊谦舞台剧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，我就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用他，然后结果就这一次我们就可以合作了。对，朱建然他就在旁边，今天就是你的开始，希望明天你就是任达华的梦。谢谢华哥，谢谢华哥。我也是以前站在主角的后面，然后没被发现，到最后真的周润发会告诉你，那天我看过你，我们曾经都看到你们。